俗话说呀，气者人之根本，也根绝则静也苦矣。可以说人体的气越旺盛，人就越强大，人的气没了呀，人也就会随之枯萎。所以气虚的人往往会感觉疲惫呀，怕冷啊，很容易感冒呀，生病啊，免疫力很低呀，平时也不喜欢开口说话，容易出汗，稍微吃一点东西呀，就觉得肚子胀气等等。所以这时候想缓解这些情况，提高免疫力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补气，补足身体的元气，肺气、脾气、肾气。下面我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方子，仅四味药却把肺气、肾气、脾气、元气通通的补足。那么这个方子就是保元汤。那么仅四味药即人参、甘草、黄芪、肉桂。人参呢可以大补身体的元气，补脾益肺，但由于它太补呀，加上现在人体质的原因，很容易出现上火的情况，所以我把方中的人参换成了党参。那么这样也来帮助身体呢把元气补足了，又不容易出现上火的情况。其次是黄芪呀，它可以补脾益肺。那么一来可以通过补脾气促进气血的生化，从而给人体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；二来呢可以通过补肺气的作用增强它的防御功能，帮助身体提高免疫力。肉桂呢可以补肾助阳，补足阳气，给身体提供强硬的物质基础。那么接着说，甘草可以健脾益气呀，促进脾的运化，还可以调和诸药。那么这样一来把气都补足了，身体的免疫力自然就提高了。